听到我发誓。我们这场来看一下他会不会又盖一段。欸，阿姆来的话我就不能选消息。我跟你讲那个习惯那个什么身体的习惯你是改不掉的。我发誓我相信你的一段我觉得改了。你确定呢？欸，你不要等一下跳起来说我错我错我错。靠边的哦。我刚这样有点难打。我刚本来想要选那个老流川，然后去守那个守流川枫，然后我就一直点，然后想说奇怪，我们也没老流川啊，对面也没老流川，为什么？老板，我跟你讲，第一颗我会直接后撤后仰。我们来沟通一件事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说，等要盖阿木去你民宿打工换什么？阿木一段就是陈浩自己的锅，我自己盖啊。没有，我看我盖一段，然后你去帮他补。不要不要，我等下自己盖他一段之后，然后帝王飞过去再盖他二段。下去哦。老板，你第一颗篮板要保住我，你第一颗篮板帮我保住，我就好打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陈浩，你刚刚的意思是怎样？这游戏你做的是不是？对，我说了算。我第一颗一定引侧后仰，那个后侧后仰，我先牺牲，让他知道我会投后仰。我等一下地爆天星他，我直接地爆他。哎，干好像会。睡啊睡啊睡啊！来，交给你了。老板，那个位置很好，好，直接弹出来。然后第一颗美金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习惯按着盯防防守，但我现在觉得，我现在发现不按盯防防守才是强。干，不是啊，有谁会按盯防防守啊？我以前会一直就是那个抖动防守嘛。爸，相信你啊。我看到了，啊，我被卡住了，靠背啊。啊！干，这鱼柱鸡掰，这样没出对啊。这鱼柱厉害，真的胖，真的胖。哎呦哎呦，超小件。哎呦哎呦，偷一颗哎，超小件。我们的工程不相信我们的进攻手。哎，跌倒了，咻，被咻。来啊，进来啊，进来啊，来啊，进来啊！哇，他被骗。进来啊，被骗。哇，倒。哎，这没办法。老板啊，没。他樱木本来就没办法，那个身位本来就不太好盖流。睡啊，空位。我是喂老板，喂老板哦，别相信工程的控位啊，工程控位，哇，真的踩到啊，我手都快放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老板哦，最后的疼爱，我 Q 一下陈浩，怕他就会唱歌。哎，超球给。欸，我从开场讲到现在，他是预防看台仔啊，没有要传球给我。不是，我就每球都有空位哈。可是他的空位真的。哎，啊，要不要我帮你盖啊？我的锅，这个我觉得我要蓋。没，我的锅，这个我可以盖，这個，我可以盖。没有，那个也只有一招而已，你是肯定要盖的，啊。我帮你挡，欸。结果没进哦，没进，老板第一颗。太远了，我刚跑去帮你挡。没事啊，我第一颗就是牺牲的，啊。哎，我失误，这我失误，这一定是我失误。我知道第一颗一定不会进的，我是来牺牲的，啊，老板。我刚刚如果挡到，就是迟到好球之一。阿莫，不会进。喂，老板，我就知道他不会进。哎，为什么控位这么铁呀，啊？你吃了什么啊？吃了正路啊。我倒了。后仰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对，是。埋伏一球，看到你还敢顶哦？没有，我相信老板。啊，他真的很，对。他真的很鬼，他真的很鬼。OK。他真的很鬼。挡他一个，完了。没进。我卡住宇柱了。啊，我相信老板。恶心，他的心态。快被超，快被超。哦，进了吧？干，三颗都没进，我相信你。你不要再投了啦。哦，我就恶心他。你投都是空位，你投都是被超。盖他。哇。啊，我刚才是不是？我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影没按出来，被他学着刀？啊，我头痛，我头痛。我错。咻！哎，鱼柱跳起来。哎，你知道那个吗？你可以直接灌篮吗？就直接按传球键，然后灌篮那一招，直接灌篮。空接灌篮是不是？二段啊，老板，老板终于，那篮板。Trust you, man. 老板 ，I got you 嘞！哥，老板这里。I trust you, man.我直接恶心他一球，靠边嘞，欸！哇，我刚拉二段就十大好球。喂，谁？老师的，谁？啊，没事，我有被打，我手酸了，没进，我连续五球控位了啦。干我跟你讲，我刚才那个如果拉二段就是十大好球，是我。对。妈的，没有，我现在在控位，我也在往里面。喂，同学。
这个是我失误，我不要学校知道是很鸡掰啊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没有引就没有办法去引他了。超修剑，哇，灌，来吧来吧，吓一跳。然后他这一球应该就要打内线，超修剑。我有补靠，有补靠是不是？有，安心投。被盖，他连投都投不出去。好啊，来啊，我直接投啊，快点啊，我直接投啊，有没进，有补靠是不是？老板，我要篮板，小事情啦，我要篮板，眨个眼睛，知道了，话还没讲完，下去啦，他小巴伦，下去啊，好球啊，老板来啊，快一二啦。是不是？你以为我转两次就一定会拉出去？哦 ，almost there， 超小件，耶！老板，我再骗他一次啊！我去底下。你不能太多了，哇，二段了，有没有？靠，直到好球了，我操，好猛！对手好菜，有哦，老板，有，这招有哎，有没有把他拉出去？气了啦！超级追分仔，老板有没有到？陈浩要搞事哦！哥，陈浩是不是想说？我隐射，还靠边，我刚隐射就空位了。有没有？好球啦！这个细节挡啦！看到？可以，这个挡啦，有啦，这个挡有到位了。老板，我每次攻城都很……小心自三，下去啊！学起来，我还有一招新的，老板，这个像是……老板，先给我，不要那么远，先给我。你们一直干来啊！再给我骗他一球，快点！直接出手哦！会啊！是不是啦？我是不是骗到了？干左引右引交换，你在跟我啊？乐色！睡啦！好球啦！老板，恶心他！我再恶心他一球，快点！我这球，我这球纯正底线流，有没有？恶心到，有没有？纯正底线流，恶心到！放弃，你不要激动啦！干我这一场工程控位五颗控位，连续五颗控位。谢谢老板，屌不屌？我刚最后一球一定是盖一的吧？没有问题，就问屌，这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，谢谢老板。干我这场工程，我骗到了老板，你们帮我捡地板球，我骗给你看。干为什么？我记得有盖很多颗啊，怎么只盖一颗？哦，谢谢啦，我盖五颗了，谢谢啦。不是你们那种都捡我的帝王了。什么捡你帝王？看我都盖，我盖一段好不好？帝王，我都把三颗都盖到，好不好？他帝王三颗。我们被超凡灌高小老板认证，有这球有。